久别重逢，曹新平感慨万千。曹大哥，我看到你了呢。什么？我是看一世人，可能我都看到你啊。演一支连续剧，我做三八阿头啊。三八阿头啊，你啊。那个是处女座第一部。哎，我迄个时阵你处女哦。处女座。周日晚间7点，我来综合台，诸葛会社。